这就叫废物利用。 小孩子的把戏，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要做什么？ 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，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 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嘿嘿。
认输。没有时间了。啊，这必须都毁咗啦。好的。我比你快七岁。罪行视而不见。互相丢书了。惧怕我的战刃吧。
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沉溺在悲伤中吧。被复仇蒙蔽了，